神隐四帅来了，神隐四帅真的来了。Welcome to my world。师傅不在，嗨嗨嗨！师傅不在，嗨嗨嗨！师傅不在，嗨嗨嗨！4月1号下午2点，台北美丽华摩天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喽。每个角落会发现什么？
哇，安安大明星，今天真的来了大明星，我整个在那边都发抖了。没有没有，不要讲，不要讲。天哪，我本人遇到一个，自从那个上次大明星之后，今天算是一个线上，应该很多人认识你们，那个值得尊敬的。虽然我刚刚跟他在聊天，他说这个数字没有什么，但也不是一般人都到得了那个240万。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我的粉丝，这是妮妮的。哦，都是妮妮的。哎，哎，他有上线，大概是那个零头，零头，零头哪有啊？240几哎，我觉得零头也是很可观。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到两位，今天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个老公，因为那对夫妻，那对夫妻今天来一个，然后今天来了那个老公林金叶 Kim 先生来，欢迎，谢谢谢谢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然后旁边是，掌声有点稀疏啊，哎，不要不要，就是在那个上班工作的地方，然后刚 Kim 进来的时候还在那边特，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手足无措的，因为等一下这边唱歌，大家在上班，担心打扰到，不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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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前柜，前柜离这里还有点远。好，那旁边那个是那个 Kim 的那个。算是音乐制作人，音乐上的伙伴，音乐上的伙伴，欢迎那个黄宇哲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你知道，就是大家面对这样子的超人气的人，心里头还是难免就是有一种好奇，啊，好奇之外也会有一种害羞，因为你们面对的群众真的是数量太庞大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比较害羞。我们都只是曾经在那个可能在你的专业上，然后看过某一支影片，点过一个赞，也未必留言怎么样，然后但是对你的一段生活的记录。还有很强大印象的某一个人，生命中的过客，没有啦，不要这样子，你这个票数都可以去选市长，没有，太夸张了，是一个假象，真的假象，没事没事，然后好好跟大家那个。你这样讲，他等一下就去选里长了吧？他听到他说，那我要选里长，差不多可以。如果他叫妮妮出来拉票，然后就每天可能是妮妮要去帮他那个办公室里面办公，然后大家可能选，你知道，总有人会对某个人喜欢，一定投以一种他自己想要的那种感情。你的证件就是帮这个造福这个社群，写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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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件那个很重要的对人生活的疗愈跟那种陪伴啊，这也很重要，非常重要。真的，好像没有很正式的让你跟大家打招呼。我们先请那个林金叶哦，我吗？正式的，正式的，正式的，就跟我们安安大明星的那个线上的收看的大家，okay. 安安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im， 那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好不好？安安大明星，安安，要多多支持安安。我是安安呐、啊，你是大明星，对不 对, 對, 對？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大，他是明星，没有这样子，我就真的整个害羞、啊。Okay. 一个人出来就是算单打独斗，习惯了吗？还是所以就。带着他一起从来没有跟他单打独斗过哦，真的、哦、真的没有看过，是因为我们平常在网路前面，所以还是面对这样子的人群还是多少会有就还有个就老婆陪着，然后小孩陪着，他不就把音乐那个伙伴抓过来，而且小孩在真的很棒哎，就是我们在有时候在做一些那个无论是节目啦或者是哪怕只是一段影像，很怕没有梗，然后小孩就是一个突然来的那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灵感，真的，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即兴能力很强大的人，才会把你们那种生活的记录变得那么有趣味，就比较浮夸一点。但也一定是爱着很爱很爱你的孩子的爸爸，真的对，应该没有人不爱自己孩子。哦，不不不不，因为我们的想法上，应该那种爱已经就是是爱有很多的状态，我相信你那种爱真的是对小孩有很多很多你自己的，已经不在无形之内，他是无敌无敌的爱，真的吗？真的，我就知道，就是宠女儿的那种爸爸。也没有到宠啊，没有到宠，就是那你有打过他吗？有啊，但有啊。啊，那你、哦、那你有直播过几次打？这没有啦，所以打手心打屁股都会啊，因为其实小朋友还是会犯错嘛。是、哦，对啊，还是事实还是会有一些。总有一天人家可能会找你去谈什么亲子教育、欸，哎，我有很多，可是我不太敢去。为什么？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模范父亲，对，我觉得这还是比较touch这一块。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教育小孩的方法，都对啦，就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也许人家会很好奇啊，想说，哎、欸，你出来啊，跟我们聊一下、啊。如果真的要聊的话，应该是在等18年之后、嗯，他如果真的成为一个不错，这时候就可以出来聊了。哦、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你怎么那么谦虚，对不对？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因为我自己年纪的时候也不是太好。我刚刚跟那个、啊、刚刚跟那个、Kim 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是也有一种那个天然来的那个幽默感。我以为你要说天然呆，没有天然呆是他那个，他很天然呆啊。你这个
那你在天然呆这个部分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可以呆成这样子？就是其实因为通常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都是他讲话，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就好了。不会啊，不会，我们今天来是伙伴嘛。对啊，我今天都给他讲，他一直说好像他都讲不了话，他今天都给他麦克风给他。对对对，宇哲是那个在什么状况下跟 Kim 开始比较密切的互动？是一个直播节目，就公司有个直播节目，然后就刚好那时他是主持人，我就是那个、你是主持人，那我直接你等下这时间交给你们，没有自己玩的，我先忙。假的，都有歌手也有，然后没有主持人，这直播开了自己什么都是。我们平台见你，我们平台见你，就是我们这个那个录影的地方，然后没有你好的发挥。我们如果搭飞机到好莱坞开直播，就好莱坞巨星，所以那只是假象，假象而已。对对，真的。那你有去过新加坡直播吗？没有那为什么不带他去呢？他就是不要。没有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小孩，所以其实坐飞机什么的就多买一张机票就好啦。但不愿意啊，你看有的是就度量太小啊，吝啬吝啬。哎呦，做音乐这件事情，然后让你们两个成为算是从陌生人变好朋友，可以这样说吗？对。花了多久时间成为好朋友？花了多，你要问他花了多少红包塞给我？没有啊，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是那时候他是来面试我们的节目的一个 keyboard 老师，就是在后面做音效的。keyboard 老师也长得太可爱了吧？哦，没有，他就是故意的化妆来说什么要来当 keyboard 老师，这个人就是有目的的嘛。对啊，你自己说你怎么这样骗进来？没有，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看到这个一个公告，这样子，对，一个公告，然后没有想到会看遇到他们。哦，那你遇到他的时候，有这种遇到大明星的那种很雀跃的，其实好像遇到安安大明星的感觉。他是这个节目，安安大明星。对对对，那是我来的时候，是因为我在新加坡过来，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只看过他们的影片。对啊，可是他们都是用影片在交朋友。对对对，他们红到就是已经无法那个让大家就是一手掌握的状态。两手划算，明白没？他还是高材生哎，没有，不好意思，骗进去，他用这个，对不对？高材生，我们老板那时候，有一个高材生很会写曲，就是他。所以那个在写曲的部分，你就都交给他来帮忙。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我们本来只是直播一个节目嘛，是，就他突然就不知道哪个灵感来，然后就看着我，他是说看着我跟妮妮，就写了妮妮这首曲。然后就给我听，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首曲太好听了，我就跟他说，那我想要试试看填词，然后把它发行。他也吓到，他想说怎么可能？对。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在一两天内就完成这件事情。我说那我想要录，然后他说要去录音室啊什么。我说不用，我只是想要唱给粉丝听，随便一个房间就可以录了。你会录吗？他说会。然后我们就随便一个房间，公司的房间就录了这首歌，然后就。没有 MV 嘛，我就说我有很多那个旧照片，我有画面、歌词、画面，那我们把它拼起来。然后我说那你会剪接吗？我说会。我说好，那去我家，我就把它带去我家，就把这个 MV 在一天的凌晨把它赶出来，是，然后隔天就给粉丝分享给粉丝看，然后不小心就成了上架里面的神曲，然后大家在那边讲说是谁呀、啊？也没有，这个我就不太敢接，重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啊，然后这件事有造成你生活上莫大的影响。应该是说。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件、啊 oh.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要唱给我老婆跟小孩、mm-hmm. 因为我们本来觉得只会有一首歌嘛，对，所以这首歌叫妮妮是因为我女儿是妮妮嘛、那我老婆是妮可嘛、所以两个妮啊就是唱给他们、因为本来只以为只有这一首，早知道我就如果知道有这么多首我就个别一人一首就好了。对啊、真的连星座都可以一首。我 对那个 Kim 的身上留着一种天然的那种就是综艺魂的那个综艺，真的然后那个这首神曲也就算是帮你圆梦啦，曾经参加那么强大的节目，还是人家第一届就被刷掉了，连初选都没进去，连副歌都还没到，我就听到铃铛声了。想写一首电音的，就是那铃铛叮叮叮叮叮叮，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生活当中记录回应到你那个做这些用音乐的作品，然后去把它变成一种，好像你的作品来出来。表达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某个时期的记忆，对，然后把它用唱的用旋律跟歌词把它记录下来，其实以后老了听到这个歌曲会觉得，那你们你跟老婆现在还会偶尔就是还好吗？是感情不错？不是，我说兴致来了的时候会回去，就是想说，我们今天再出去做以前那个过的日子的生活，会啊。我们很常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对，很常就是，只是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多了就是在外面在做就会被发现而已。对，其他都还好。生意有比较好吗？啊，你说继续摆路边摊吗？对啊，这倒没有了，连带小孩摆摊也不是很方便。不用啊，不要带他出去啊，就偶尔出去一下。偶尔会去捧场一下路边摊。不是，有可能说你找
太太啊，然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做一番采买，然后回来就是直接那个地方，就是可能倒是没有想过这个。你以前不都是很在行吗？可是那时候独到的眼光，还有很会做生意的那些头脑。其实我老婆比较有那个生意头脑，都是她带着我去做。你可以，我们不排斥你在线上跟她放闪，因为她从我们在预告就已经上线。对啊，而且她一直在赖我。他一直在赖，所以你的屁股现在是一直在那边滑。我讲个电话，真的。那你要看一下赖是叫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在提醒你怎样说。哎、欸，老公，你昨天对 对，他会提醒一下紫色的头发，那今天看起来格外的帅气啊，或者什么对。但因为我老婆是迷妹嘛，哦，我个人的粉丝，铁、哦、粉，铁 粉不怕没有人听我唱歌就一个。No， 但是这件事情就造就了你，就是非常的爱唱歌。对。其实我本来就很爱唱歌， 是变得比较有自信，就有观众啦，至少有一个人帮你拍手，对，至少有一个人。请问是什么星座？怎么这么容易买？巨蟹哦，爱家的巨蟹男，超爱家的，对不对？我们真的都把他忘记了，怎么好意思？没有，他就来是不是？对，这边我先走，不是，我们现在这里有点那个没礼貌，没有。那所以你曾经借助过人家的生活吗 ？OK， 好，然后就问，这一句没有，好 ，OK， 那你再继续帮我，好吧？好了，聊一下吧。等一下，今天怎么黄色？这个什么话题可以聊到？有，就是对啊，所以你是以跟一个家庭做朋友的心情，还是跟 Kim 做那个音乐伙伴的心情去跟这样的那个歌唱的那个的？一开始，因为他们其实他们都在一起，啊、他们常常都在一起。我想他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跟老婆、就是。对啊，所以其实就是以朋友进入他们家庭，然后感觉所以就是介入人家家庭，就是乱入乱入家庭。所以很多时候情人节那种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工作嘛，都会在一起。我以为是说你如果去他家，他会说：“哎、欸，不好意思，帮我带一下妮妮。”然后他们两个都出去。不会，他们超不过他会陪妮妮玩，他会陪妮妮玩。他是他的对妮妮是他的朋友，好朋友，对，因为他智商跟妮妮差不多，差不多三岁的。我觉得你很好笑，感觉上来说，哎、欸，真的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就是生活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对，然后慢慢的就。一首歌变成了一张专辑哦，对，哇，你的人生在一个365天里面，然后突然间就是产生了一点变化，出现了，好像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对，真的。那有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你是在哪一天突然有这样的那个？其实一开始感受在经营脸书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粉丝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是直到。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些规划嘛，公司安排我们出书，就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然后出音乐。那线上都会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就觉得说，哎、欸，我在这个平台可以跟很多人互动，很多朋友。然后是直到办签书会，我想说不要办签书会，不会有人来，就觉得很尴尬，就觉得怎么会？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就觉得可能只是喜欢这个东西。那到签书的时候发现，哎、欸，其实真的还蛮多人来的时候，就有点吓。叫蛮多人，干嘛叫做蛮多人？就很多就很多，就还不是大概二十几个。十个就算多了，二十个已经 double。然后就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每一个粉丝都还会，就感觉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人，跟我们聊的天，就是哎、欸，好像他也是在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你做了很多，啊、也许就是当明星当一辈子的人都未必一下就能够达到的事情，而且就在那短短的时间。没有啦，那就是那你也到小巨蛋去表演，你什么都去了，刚、哦、好走错，走错。哎、欸，在这里有人在唱歌，哎、欸，真的，那下次你可以带我们去吗？其实真的，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事情都不算是计划好的。对，就是一个很临时的、哦、这样才美妙啊，这样才美妙，对，很特别。可是要有一些就是属于你喜欢的回应啊。如果进去就是偏冷啦，然后可能大家也不那么买单，你还是会有更大的挫败感吧？还是会啦，对吗？对，还是会啊。其实还是那个，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你看，就是你现在做什么都是对的，哪怕刚刚放那个叫 MV， 其实就是对嘴的那个影像。对，嗯。但这样人家就会觉得很好看。很喜欢。没有，其实，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放这个 MV， 是因为。我的个性是没有，我的个性是有音乐出来的，我就想要很快的让粉丝听到。可是还是在原始。可是你知道拍 MV 真的是很辛，很花时间，而且我们又耗时费。那我们全家都是一起的。那如果因为我 MV 的女主角，只要是我是男主角，女主角就是我老婆。当然啦，你哪敢随便造次。可是如果我要她演女主角，那我女儿也要跟着出来。哦。对，所以像拍 MV 的时候就会很辛苦。所以我想说，那先对嘴。那如果大家喜欢再拍，不喜欢就这样就好。对对，目前好像好不好？就某种操作上，你还是有一些原始那个最当时的那种初衷。对，我觉得先把自己的想表达，自己可以表演，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听到你的表演。那多跟少无所谓，反正就是这本来就是你的平台嘛，只是无意间240几万个人。闯进来也没有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花很多钱，知道吗？买粉吗？先买，你知道吗？哇，没有，你告诉很多人，就是买粉未必有什么意义，就是真实的数字。
堆到你身上。刚刚他还笑笑说没有，那都是浮云。我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震撼哎、欸，就是一个人有240几万个赞，然后还觉得这些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因为不是被伤害过吗？是三个人，我们加三口，所以算一算跟八十也没有，对不对？不会不会，这个能量还是强大的。你们三个分成三个平台，也没有人要按赞啦。除了你女儿可能有啦，也是啦。你以为你本人真的粉专赞很多？对啊，你以为你本人真的很多人按赞吗？对啦，也是啦。这些东西是三女儿的。那我今天就跑不到这边，哇！今天去把妮妮带过来，然后直接在这里来回来这里上班。好，但是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就是唱歌的来打歌，演戏的来介绍作品。那今天两位来了，那就勉为其难啦、啊。一个只有那个老公来而已，所以你就当勉为其难，就带着黄宇哲、啊，你就仿一下，仿一下。带那个朋友一起来唱歌，对，因为他是音乐上面的伙伴。懂，我懂，我懂。你知道我每天在逼他，就是每次我就觉得说，哎、欸，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想我想要写一个我跟我老婆某一段的回忆，我想到就跟他说，哎、欸，弄一个这样的曲出来。对。然后他常常他写曲很快，他可能一天就写好了。啊、真的。对，他速度超快。没有了，没有。他现在就可以马上写一段了。你别嗨嘛。要不要大家秀一下？OK， 那不然等一下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一起聊，然后你就一直写。对，然后结束的时候就一首，结束的时候以安安大明星为主题。我们还是都把写歌人搞成这样子，我把它作曲人搞疯了。对，好了，那今天来就两个一起来表演，因为我相信那个 Kim 带着宇哲一起出来，一定有自己的那种，也乐意把朋友的好介绍给大家。对，因为他其实他发过片，他是歌手，我知道，他是歌手，而且他还有一个强项，待会今天他也会在现场独唱。强项是头转吗？对 ，lucky 地板动作，突然好、啊欸，真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但是希望你们今天在办公室唱歌啊！哇，人生第一次在办公室唱歌，因为刚刚听说我们都在房间内，然后今天好大一间哦、喔，而且我跟你讲、啊，认真开心的、最用力的唱、最尽兴的唱，这边的声场效果非常好。新闻部对不对？对，这边是三立新闻、啊。现场唱的难听，等下新闻出来。对，就是这样子，新闻出来。所以等一下有一些现场唱的差，有什么大头病啊，幸好都可以现场帮我们演一下。刚刚没有请你帮我买咖啡吧？没有。刚刚有人说买咖啡，他是有公司，哎，我想要去便利商店，你是几点开始啊？我是确定时间的，对，然后4点，那我给你买一下东西嘛。我说哇，现在是怎样？他没有，就是有点大头病，还没有买你的呢。对，然后出去之后我说没有，我还跟他说，哎，那我们进来的时候要有识别证才这样啊，不然你在门口等我。大概是这样，人家以为是假的，结果这里随手这就有咖啡，这里有喝一下。然后还问他说那个说，哎，我们这个对面有一家便利商店，旁边有一家，你要去哪一家？说，哎，那哪一家比较近啊？还一直在那，他自己又是还摔手机，搞什么？做什么东西？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大家不要误会，好不好？刚刚这都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待会再好好说，因为他对这件事情的，对他人生哦，就红了以后，就有很多声音都会就跑到你的生活里面。对，拽到你的是可能的一种，那你的拽一定有你的原因跟你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刚刚跟我说16宫格可能不会翻倒，因为我们不需要。我看已经半小时过去了，所以你再没唱到第二首歌，这16宫格就签名送出去好了。当然，好啊。那今天就是好好的开始做现场的演唱的表演，好吧？压力真大，要不要拍一下大家上班这个？Kim 哥，大家就会帮你拍那个。你需要还场的掌声吗？关灯好了，关灯他们不能上班，关掉摄影机。你知道去唱歌的时候，一群朋友在去 KTV 唱歌的时候，不认识的先关灯。大家不会压力很大，就没有压力了。老师，没有关灯就这样。好，那我们那个第一首歌曲，两位好好的帮我们现场一下，就唱刚那首歌。对，你们把那我爱你各国语言都加在里面。没有各国，八国而已。八国联军就很强大啦。真的。是，来吧，我们来好好欣赏。你需要弹吉他吗？还是只要唱他？可以假装弹一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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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来想要自己帅帅的，因为你太帅，他压力太大。好，那今天让他唱。OK， 那让他唱好了。来，我们来欢迎那个老公跟那个老公的朋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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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爱着我，我懂什么爱，怎么说爱不爱我，爱问我、oh, 我很爱你，我会疼你，我的目的就要宠坏你，为了证明
每天说一句，消化你所有的坏情绪。爱惜的路 love you love you 那么爱你，我爱你只要梦 and solo here， 走遍这世界每个角落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到哪里有你的手都牵着我。我都懂，爱怎么说，该怎么做，爱不爱我，你爱问我。哦，我很爱你，我会疼你，我的目的就要宠坏你。证明每天说一句，爱是铁路 love you love you 那么爱你，我爱你破了困，这专属的爱你，我不会只是甜言蜜语，有一颗真心可以消化你所有的坏情绪。爱是的如 love you love you 那么爱你，我爱你听啊莫 and solo here， 走遍这世界每个角落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到哪里有你的手都牵着我。哇，真熟。Love you, love you， 那么爱你，我爱你破了困，这专属的爱你。只是甜言蜜语，有一颗真心可以消化你所有的坏情绪。爱是的如 love you love you 那么爱你，我爱你只要梦 and solo here， 走遍这世界每个角落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到哪里有你的手都牵着我，都牵着我。谢谢谢谢。呜哦，有没有帮你拍手了？自己呜是这样，怕冷场是不是？不会啊，不会啊，自己呜很重要。哎，你们自己在拍片子也会自己呜这样子，也是会有一些音效。我懂，我懂，就是每个人都是先给自己鼓励啊。对，真的对得起自己的表演，当然需要帮自己给。其实蛮紧张，真的第一次在办公室唱，还唱整首。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然后就用你最。就是放松的状态来就好了，很难，还是你唱一首试试看，真的蛮紧张的，会被轰走。我本人马上能体验，不是你那个歌唱的部分，就是跟大家交朋友。哎，不过说句实在话，就是你也算是就是颜值很高的一个网络上面的知名人士。没有，你这样直接这样损到他，也没有，就是我们就不要看他这样。哎，他是迷妹，迷妹很多哦，真的。刚来的时候，外面你知道多少人？我懂，我懂，都不是在等他，在工作，在工作呀，搁在那边。我真的被你打败。现在线上有12000多人正在看你们的，真的假的？真的啦，我骗你出什么？那边有个数字，然后一直不想跟你讲，但是又怕你觉得已经超越小巨蛋，你难怪我紧张。我们有很多个评。
平台，那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数字，真的是滿滿的，让大家说，其实很多人就是对你们的歌声或对你今天的到访，也愿意停下来这边，听听你们的聊天啊，对話，听看到底现场怎么样。当然，当然，当然。然后你一直对这个很好奇，不然你说撕一个下来玩，撕一个好了啦。当然，当然，不要制作人做那么久，然后也沒有对啊，然后就撕一张。对啊，他说什么？哦，他又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直接给我们唱歌了，这才16首歌，真的真的，这是你那天张栋梁没有用掉的，是是不是？张栋梁刚刚前就在现在都撕下来，他说把我爱到寂寞边界，是要打歌的。你有孤单的时候吗？后来这么红了，但你这个红没有关系。其实人就是应该高处不胜寒。有，我17岁以前很孤单。因为还没遇见我老婆，不要随便在这里放闪，真的很恶心。你好，今天就直接求婚好不好？哇塞，你这么爱他啊？不，干嘛娶他？我是上节目说，其实还好。我很想听到你说还好的，对啊，这样给他深深一个单。对啊，你是我最你的 Q， 不会不会，就是也许当初就是因为这样，让大家觉得有趣。对，其实他就是觉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可能比较幽默，这是一种这么帅的人，然后愿意在我面前就是这么没有包袱，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让女生不心动？真的没有没有。对啊，我刚刚都一直在看你，在想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啊，我就是比方说我们这边很多就是戏剧的那个制作啊，对，如果真的他们找你去演戏，演爸爸吗？可以啊，男主角的爸爸，男主角的爸爸，那男主角肯定就是要找那种很小很小的小孩。你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跟老婆分开工作吗？还是这是你们相守的一个信念？你就是就会觉得很……那你这样子如何去往前再跨一步呢？没关系，我就在他这边就好了。其实真的没有想过要，我一起跨那步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最甜蜜的，就是公开宣誓。没有没有没有，这很难，这种话、就即便是你都已经 say 好很久的，但你今天就是。刚刚老婆赖我说这几句一定要讲，就是这几句一定要讲出来。我觉得这没有发自自己的心意啊，真的是说不出口的。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习惯。哇塞，因为我在想说这个问题，我要想听他怎么回答。对啊，就一起跨。哇塞，在他这边就哇塞，我看到你准备搞说起这一题了。没有啊，我想说没有，是准备好手卡。真的一个这么现代，而且你红了以后，外面花花草草吸引你的东西应该也。自己会来吧，你长成这个样子，我不信。长成这个样子，这是包还是别？这是包啊！你长那么帅……其实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觉得，而且因为我老婆很漂亮啊，所以哦，对啊，你不要每句话都美的啦。换下一张，我就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真的是寂寞边界，我来到寂寞边界。这来讲啊，真的，这也是跟歌有关系的。每首情歌都打动人心，有。没有想要挑战不同的曲风，比方说什么 EDM 啊什么的。其实有，就是这个问题真的需要问他，因为他能写出什么样的曲风，我才能改变曲风。我懂，因为其实对他来说，就是身体里面本来就藏着爱唱歌的。对，因为我是填词嘛，所以曲就是以他。不然他怎么以前会去参加那么选秀那么大型，而且第一届就去报名，然后在那个被刷下来，对，在对手最多的时候还唱爱到底被刷下来，副歌还没唱。那时候对手那么多，你去，你好歹人家选个两三届再去，那好歹晋级下一关嘛，对不对？没有，人家那时候那么多人可以挑，根本挑你啊。对，也是啦。可是你现在声量这么大，然后唱歌已经不只是自娱娱人了，现在也成了发片，然后有人下载你的音乐，成为可能每天枕边要去听聆听它，成为睡觉前的生活中的很重要的陪伴，常常这也是一种那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就是你这个上线的时候，我去买面。然后经过的时候一进去，我戴着口罩嘛，因为平常就是也会比较是啊哈，戴着口罩一进去买面的时候，一听到放妮妮，我想说我要不要走出去，因为尴尬，就有点尴尬，我想说我应该走出去，然后我说算了，我就去点，然后点一点之后，我想说没有认识我，很 safe， 就点完之后说，这你的歌，我说谢谢，然后想到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唱两句吗？就有点尴尬，所以你直接唱两句了？没有啦，我只是有点尴尬，就是那时候我那时候教过两个小朋友，然后他们要去参加某个选秀，然后录一些那个影片，他就给我唱这首歌，这个他就用吉他自己弹唱，他就唱你妮，是我是我，我就把那个。我就把他的影片啊，唱歌的跳舞的就寄到那个制作单位去，真的有被选到，真的吗？对，但是后来因为有某个原因就没有，就是原因，
就是你要去参加那个节目，要跟他先做一些什么合约上的？哦，我还以为跟他先做潜规则。哦，那种可能那也那是一种公众上的那种工作上的事啊。那就是说要有这个歌就对不对？对，然后没有，但他也被听到了。他那时候是送到那个对岸的那个很多那种真人秀的节目，在哪里？哦，我帮他送那个。可是后来有唱，没有没有，他后来没有去，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帮他做那个往返书信上面的处理，所以我知道。那最后在这件事，他的家人不同意嘛，所以就没有去参加。写一首歌送给他，真的叫不同意。说真的被台语的，真的很好笑。哎，所以这种歌就是一定也在某些地方就打动了其他海外的一些听友啊，有、啊、一些、啊、其实蛮多其他的国家的有跟我们说、嗯、是听到这首歌。那、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听到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对，今天刚好不唱这首，没有，今天刚好就你来唱，然后他还在旁边可以帮你合音。哎呦，好啦，你也是一流的、哦。我懂，我可以感受得到。很大声、啊，很大声。你们两个真的平常那个应该是那个每天见面的时候。都很安静，没有，我们都那么吵，没有，没有，现在大家这样子。如果安静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我们的反，我们就是其实跟就是跟大家看到的没有反差，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真实的生活中就这样子。不看可能说网络上很活泼，然后试一下其实很演出来，还写毛笔了。有，还没大笔一回，其实没有。好，我们今天现场可以听米妮吗？可以，真的吗？哇。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妮妮，这样可以吗？好，那我答应你，一万两千人，我答应你，你我要听你哦，妮妮哦，妮妮，我们要听你的歌。所以妮妮也要帮我们准备卡拉的意思吗？诶，有啊，已经有了。好，都准备好了 ，perfect， 有 perfect。神曲来了哎！没有，天哪！我这样可以走下去，然后你打败天王天后。没有，走下去跟他打电话说一起唱。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吗？过去了。没有，他一直在，他已经成为神曲了。你可以公主病，可以闹脾气，只要你爱笑的眼睛。你一见就钟情，说不出原因，感觉那么熟悉，原来就注定。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守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让你放肆闹脾气。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保护你，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让我拥有了爱的家，永远吧。的眼睛，迷人的声音，我愿意做你的玩具。你是我的生命最美的事情，为你挡风遮雨，永远都可以。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守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让你放肆闹脾气。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保护你，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让我拥有了爱的家，永远吧。爱着你我不顾一切，永远那个他，我愿付出所有，我不能没有他。牵着你守护你，
受到任何的委屈，我会永远拥你在怀里，让你放肆闹脾气。就让我牵着你，就让我保护你，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他，让我拥有了爱的家，永远吧。谢谢，谢谢。太感人，太感人了。我们节目有那个神曲的原唱，没有没有，哇，稍微 小卡弹了一下。没有，不，本来是唱歌诚意最重要啊，对不对？然后唱歌就是感动人也很重要，这歌就是让你在这里放闪的。真的哈，啊，所以我现在要深情告白了，对不对？要，当然当然，就跟黄宇哲深情告白。那我先离席了。没有没有，他说，哎，你也应该很开心啊，一首歌，然后在一个就是原本让人家看起来就是也不是什么很知名的歌手，然后唱的比天王天后还要，原本真的本来不是歌手，真的就是真的是一个随意的那种生活的记录，但你深深的打动了就是。喜欢一种日常甜蜜的一群人。那是一开始我们出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想到说这首歌会有怎样这么多的回响。对 对, 对, 对，可是每次他们演唱的时候，然后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也觉得哎，欸，刚刚我坐在他旁边，然后当你唱到那些副歌，然后就可以感受到你真的你对不止就是你对你的家庭的爱这样子。真的真的，可是你也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嗯。一个爱家的人最第一件事一定是爱自己的，你自己爱惜自己，当然你爱惜自己，嗯，他们才会幸福啊，对，对不对？我现在想去洗头。好突然。我每次都讲，我每次感谢的时候就被我弄掉了，对对，像个点灯一样，然后突然就他刚刚说我们的节目会有一点比较深入一点，没有这么综艺，然后我就一直硬是往这，不好意思，感觉在玩个性，你的个性，我们差点就可以跨平台到什么那个宗教团体，教化人心。我蛮怕那种卡通频道，我怕那种很温馨那种很感性的那种。不是，我说的对吧？所以你怎么去把持住你自己那种？因为你真的应该，你怎么去拒绝诱惑，啊？没有诱惑，怎么可能？哦，没有诱惑，啊，哦，对你来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没有，没有看到它就是最棒的拒绝。对，对，其实就是不会。自己也会。天哪，啊，你真的可以去到人家那种什么那个社区去演讲模范老公哎，欸！我还以为你叫我这可以出家，不用你出家，因为我六根清净，你知道我看我都一样。你哪有清净？都孩子都生了哪多清净，啊？五根，五根可以吗？要算一下。我们在网络上，你要怎样都可以，感觉真的很棒。哎，欸，你的朋友都可以让你逗得这么开心吗？就因为我很怕冷场，所以其实我出去就总是会。总是会，可是这样的人心里头就是有一点点会比较常觉得孤单，哦，还是就像一首搞笑罗志祥的《我在搞笑试着让他掩盖着》，始终都可以被出来。没有，他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所以他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以用歌来就是反映写照，真的可以。对对，你可能整段访谈我都在唱歌，我觉得我用一首歌，那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才华。那你脑袋里面有很多就是大家能够触动他们心情，然后也可以很贴近你想要讲的事。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总是可以变得这么专业，你知道吗？真的很厉害。明明我已经把他搞得那么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很专业的人，所以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人，我只是不希望，也没有到不希望，我是想说节目当中嘛，就是你，我知道你的开心是希望让别人可以就是尽量轻松，但我会更感受到你在那个带给别人轻松之外，你心里头那一股就是很强大的某一种能量，其实那个东西是更感动别人。哦，我累，我真的真的真的就是笑啊，就是笑完了就没有了，可是笑了之后的感动跟得到的温暖是真的。要让你笑的那个人，他有没有要给你这个东西？对，我觉得他是有的，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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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你的这个朋友来，然后我们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太孤单。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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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还好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唱一首《当你孤单》。对对，不是，不是。这是我来的，各自谁真的？各自是在最喜欢的，我都抽到音乐的，我都乱抽的。音乐类型，你喜欢什么音乐类型？我吗？你也没有什么好喜欢，那他喜什么歌你就唱。也是啦，也是啦，你还好啦。可是他很喜欢那种很港式的歌曲。哦，真的？对，什么叫港式？我蛮喜欢听这个。现在在 cue 我，现在在 cue 我，对不对？他点什么意思？就是我蛮喜欢听那个香港的音乐的歌，就是那种广东歌、粤语歌。他有什么特殊的况味在里面让你？就是感觉那个情感很浓厚，对对，可是我觉得那个韩国歌不是更多吗？那听不懂嘛，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买的第一张专辑是
粤语专辑哦，是哦，我还记得是郑伊健的、啊、哦，郑伊健、哦，郑伊健的哇！不瞒你说，我也听过广东歌，哎，我觉得广东歌听起来真的还蛮特别的，是不是？就是比较重一点点、嗯，对他们那个咬字比较浓，比较强，有点像那种。就每个声音啊，他们那个音的转换也不是只有四声，對對對對，他们有更多种，所以连在歌里面也会听到。所以你今天要帮我们带来一首广东歌吗？对，没错、哦，他就是在 Q 了，他就在 Q 了，好不好？没有，欸、没有。海阔天空，其实我们只想对你说那首歌。哦，對對對哦本来是广东歌、啊哦，本来副歌我写的是广东歌词，是后来主歌实在写不出来，因为毕竟还是他有一些，因为他们要押韵嘛、嗯，所以就是我还是后来就是临时把它改掉了。对，哎、欸，从分享生活到今天来。就是介绍作品，今天真的是就是目的跟不要说目的，说今天来意跟就是有更好像更加的专业一点点。对，你要慢慢的走向这种聊音乐的，不能再就聊音符、啊、那个乐理，你愿意帮我们那个吗？现唱一下吗？在你的朋友的面前，广东歌嘛，你就一起唱嘛，广东陪他唱吗？不要、啊，好啊，有一首歌 okay, 没有、啊，他其实有一首自己的歌。对，对啊，对啊，对，我想就像他现在一样，好，放不开，放不开吗？放不开。那我们就来，这个叫放不开。我们就来你陪他唱这首，我还要陪他唱，对不对？他这首歌又太高，好是吗？好啊，好了，可以了，我们就随性随、okay 啊、性，这首歌很好听，就朋友来玩音乐。谢谢谢谢好，那来听宇哲唱歌。好，谢谢。哇，来听那个 Kim 来帮你伴，哇，就是合音耶。难得骗到了，大明星没有，我是那种很讨厌的，就是他说我们这就那种慢一拍那种合音的，打波不能等你们自己的点，打波直接帮他下音乐好不好？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钱，打波可以让他赶快唱，让赶快走吧，感觉有一个翻译机，打波可以让他赶快唱一唱吗？真的很好笑，来，很好听，大家记得没办法下载对，还没啊，真的吗？今年会发，今天现场让我们那个抢先领。我们之间的甜蜜变成回忆，变成了回忆，曾经的苦的感情渐渐淡去，害怕却失去，淹没心中的泪滴，为你藏起，为你而退席，怎么能忘记，在我梦里寻觅，寻找的是你，曾经相信所有承诺如此肯定，此刻的我能够说给谁听，我会永远永远永远爱着你，只可惜失去你永远比永久的远离，我会永远永远永远爱着你，等待着你还爱着你，却没办法再守护你。心中的泪滴为你藏起，为你而推洗，怎么能忘记，在我梦里寻觅，寻找的是你，曾经相信所有承诺如此的肯定，此刻的我能够说给谁听，我会永远永远永远爱着你，只可惜失去你永远别永久的远离，我会永远永远永远爱着你，等待着你还爱着你，却没办法再守护你，说放弃又放不开，想坚持又不应该，哦哦哦哦，却在心里徘徊，
的心依然在等待，等待着一切放得开。我会永远永远爱着你，只可惜失去你永远比永久的远离。我会永远永远永远爱着你。却没办法再守护你，我们之间的甜蜜变成回忆，变成了灰烬，彼此在乎的感情渐渐淡去，害怕却失去。好耶、好高好啊、你真的很喜欢做很烂的烂梗的结尾，感动好感动，来聊聊这段的这首歌怎么会写出这首歌的？没有空了，我们没有空聊这件事。真的去哪来了、主持人谢谢，好开心啊、实体的专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而且妈妈会拿走。告诉大家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等一下签名啊，这张拿给我，我怎么要？对，介绍一下嘛，这就是那个对，这就是我们的作品的集结，我的专辑，然后就是很开心哎，就这样无心插柳，竟然得到了一张专辑，对，就变成了柳橙汁了，真的很好啊。对啊，就是幸福啦，这是一种人生的幸福，老天爷也回馈给你一个，你这么爱家，这么爱自己。然后他就觉得，哎，那这么多人愿意喜欢你，他希望可以你把这种感受也传达给别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的真的真的，如果这样听起来是这样，希望你今天这些话要记住，会不要莫忘初衷。哎，没有，哎，不用到什么有没有初衷的，你的初衷我们不知道，对，你根本也不知道。当然，那我的意思是说，但你现在的样子是值得大家喜欢的，如果你刚刚讲的都是真的。 OK，是还有心情，是真的，是真的。没有没有，我觉得没有这个难得。干嘛干嘛解释？干嘛解释？他不需要解释，对，他已经成为一个会被万众瞩目的人，社会上有千百只眼睛在盯着他。对，真的，对吧？所以你真的要真的怎么样了，都会成为大事的。这也是我老婆最开心的。对，他说有很多眼睛盯着你。所以啊，那你也不担心，你也不害怕。对，其实我觉得还好。给你们看，就是反正我们出去都其实都一起出去，还好。对，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需要谢谢 Kim 哥啦，因为其实这一路来，我觉得在台湾一个人打拼。其实蛮辛苦，是，可是就是遇到他们这一家庭，然后就是看他这么顾家，然后这么照顾我，让我其实觉得对一个家庭其实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幸福，其实就足够了。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种幸福让别人有感，因为其实大家在日常里面就只要这个东西嘛。对，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些是他其实是自己很细心的呵护的很多事情，然后去造就出来的。至少我觉得你说你很爱你自己的这件事情，不是很多人做得到的。你的样子其实是很容易走中的。对，我在干嘛？我们需要留下自拍耶，在一个没有老婆的时候来个自拍，不管到哪里都行。对，你们两位要留下来自拍，是我们两个吗？都你们先拍嘛，我在家，我怎么好意思？你们是大明星，我只是安安而已。安安大明星一起拍，哦，一起来吗？有吗？有进去吗？有啊，有啊，有啊，这是节目当中的一个单元。我还以为拍了之后照片又在那边出现，不不不，我这样我们也太强大了，高科技。那拍一个只有你们两个的了吧？真的，当然啦，当然啦，你们是今天的我们的大来宾，我们再会把这些照片啊放在网络上，多拍几张吧。你跟你的那个音乐上的贵人，然后你也是他的贵人。大家要一起吞掉那个麦克风吧，已经没有姿势了。不会不会，这表示你依然还是最纯粹的你，你没有因为这个要想要最原始的时候，你真的应该也没有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被成为公众的影片。其实就是一个分享，对，真的是分享。就是我一开始是妮妮的粉专先创，那原因是因为要让阿妈，因为阿妈住中立，阿妈可以看到，看到阿妈看到孙，对，可以看到孙子。然后因为我要给你签名啊，没有哎，签本票为我们写一张梦想版，哎，来，拿本票拿出来，签地契，对不对？第一场节目，我们那有很多的梦想版，然后你是一个，当然你现在是很多在那个。你有很多追逐你的人，然后在今天之后，我更加的认为你是有被大家喜欢的那种，而且要持续喜欢的意义，谢谢，有这个意义存在的。谢谢你的肯定，没有我的肯定，只代表我个人。
但你今天至少我多一个粉丝，但你今天讲了，对对对对，帮我按个赞，是你多了一个粉丝，就是我。那你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有12000多人在见证，所以。所以那个绿色跟橘色是说诚实指数跟说谎指数，对不对？有测心跳，对不对？那你对梦想这件事情，对，就这个成名来的有点突然，但我不知道你的梦想是怎么去界定。然后，所以我现在写我的梦想。没有没有，你要告诉大家，就是在你怎么看待梦想这件事。梦想是什么？对，你觉得梦想是什么？你曾经也去参加过选秀比赛，又没有成功，但你现在竟然可以唱神曲，这是梦想吗？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在坚持什么。是梦想，对啊，也许梦想就是一直爱自己，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你很会说，不需要我告诉你。好，所以我写出梦想的样子。对，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啦。然后最后签名，哇，这是我们留下一个200多万粉丝的大来宾，今天那个跟我们分享那个梦想的意义，这很有意义耶。你在一年多之内，从一个自己过生活的人到被关注的。你全家人生活的公众人物，有曾经不习惯吗？也还好啦。其实也还，因为我们因为你也没有特别要去安排什么让人家看的。对，我们没有特别走出去接了很多什么样子的这种活动。对啊，反正拍片就是对啦，公司难免会去选说啊，这个可能更好，那个不好，也就只有最多就这样吧。对啊，是吗？所以他才会大头病啊，因为他就不配合。他其实一点，我觉得我跟他们在相处这么久，他们其实一点。其实大头病无法由旁人来那个讲法，对，對對對對旁人因为其实量起来他确实也比较大，我也觉得我这个比较大，对啊，所以怎么会是我梦想版？真的很讨厌。大头症怎么样？怎么样？开玩笑，开玩笑。好啊，哎、欸，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我的梦想，我对梦想看，我觉得做自己快乐幸福的事，这就是梦想。哦，其实真的，我觉得你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它一定会有一番成绩。就是你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是多久，对对对，但那背后有很多就是可以让你一直做着的，真的，心真的不能偏离那个原来你那个。对对，就是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个东西，对对对，你真的很啊。应该早点来的，早点认识。你说今天太晚，对，迟到是不好意思，反正迟到，迟到15分钟，还去买饮料，都乱七八糟。我是简体字啦，因为我其实、哎、无所谓，无所谓。您新加坡人，我知道。对对对对，其实我对我是坚持、哦，我看出来了，住持哦哦，坚持坚持吧，坚持对，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对身边的朋友跟亲人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来这边就是刚我所说的，就 Kim 哥他们对我真的很好，他们一路带我，就是照顾我在台湾的生活，然后就是一开始也是就很真诚的，现在也是啦，很真诚的，就是一直在互相工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对身边的朋友好，其家人好，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是对人真诚，对啊、我觉得对人真诚对大家都很好，然后那个这个大环境就会反馈给你一个，对，对就是让你去完成一件事情，真的，对，对，啊、哦，很棒哎，真的哦。你还有什么要跟老婆放闪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快要回去了。你大概知道我现在这是最快回去了，不然回来。对，我是直播结束之后还会算时间，我差不多等一下就到家了，很近、哦、吗？很近很近很近。要买什么？你再赖我好了。都差不多这样子、啊。你可以偷看一下他总共赖你几次吗？不用给我们看赖的内容，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从刚刚到现在赖你几个你没有点开的，他有统计数字吗？其实还好，我都点开了。我都点，你看他连在上节目偷偷拿手机出来都在点老婆的赖。没有有一些。可能重要注意事项，他说：“哎、欸，可能他可能传过来说，哎、欸，你漏点了，我要赶快注意一下。可是哪里漏什么点啊？因为老婆会帮我注意这一切嘛，打点这一切嘛。对啊，好啦，会有一些为了这张专辑再去做的一些歌友见面啊，还是怎样？我这种其实那真的也是我们也是很随性，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安排，目前没有特别，之前已经有几场过一次了，几场了。那、啊、之后还会吗？随性了，看缘分，看缘分。真的就是如果有这个契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办、在那个。”拿着那个专辑，好好的帮自己介绍、啊。拿梦想牌，拿梦想牌也 OK 啊。你喜欢讲什么都可以，你做自己快乐幸福的事，你就可以就是做自己快乐。对，这就是我对梦想的定义。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对，那张照片比你本人丑。哎、欸，吓我一跳！我想修成这样，还比我本人都修成这样。没有没有，就是那里面也没有就是你本人的温暖照片里面看不到啊，对，因为这是一种严肃。这为什么我选择这样？因为第一张专辑我真的很严肃的一个封面，第二张我可能就躺在沙发上。不会，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哇，那个林金叶是一个，就是浑身上下都有满满暖暖的那种能量的人，暖暖包都带。对对，你是一个天然暖暖包，然后跟你相处会
觉得就是哦，生活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对啦，我觉得幸福其实自己去营造会一定会得到它的，这样真的。然后得到的事情要好好的珍惜，珍惜。然后对的东西靠近你的要。想尽办法把握着，抓住他，对吧？抓住他，抓住他。谢谢你今天那个好扯他头发，叫坏蛋滚。对啊，谢谢谢谢今天，真的真的谢谢你们来，然后希望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没有让你太就是，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工作。今天大家其实都默默的在听你跟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讲笑话、啊、幽默感啊，分享真实生活，跟老婆放闪，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家想要有的日常，然后他们在你身上得到了所有东西的大集合，谢谢谢谢。所以你成为240几万人的偶像是值得的啊！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你今天真的来我们这里，谢谢大家，是一个百万大明星，百万人气大明星。你还想回答什么问题？我帮你找一个看有没有。哎呦，这次受邀唱进小巨蛋，天哪！他说了，你们两个谁的异性粉丝比较多？这太明显了，当然是你，哈，但是他，但是他。黄宇哲的专辑什么时候要推出？干嘛抽我？哎哎，不能这样！哎，什么时候推出？到底有吗？到底什么推出啊？在计划中，计划中，计划中。对，干嘛出这种问题？答案嘛，是烂透了。对啊，林金叶黄，哦，他好烂哦，但是其实蛮好笑。好了，就用这个当节目最后吧。你知道，我看那个 re 稿说有这一题，我想说这一题是写错吗？好，这节目一点了，没有，不能再拖长了。就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在他们两个深情告白之后，今天节目就要。我跟他深情告白就对了。嗯，对对对，太奇怪了吧？麦克风拆了。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啦，这个就是谢谢他的出现，才会有你这首歌的出现，真的啦，真的。说来说去是帮女儿，谢谢你。对啦，就是给妮妮以后长大，其实她有很多的，她有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我受不了你哦，真的，宇哲真的，你是那个经典巨蟹座，要上到那个什么名人榜？没有，我比较想上富比士排行榜。我也想，我也想，大家都想。名人榜就还好，不是很 care。我应该是富比士排行榜里面巨蟹座的那个经典，太好了，太好了，真的，你太夸张，你的星盘里面都是巨蟹座吧？对，我啊，对啊，你要告白啊，好奇怪啊，你可以感谢我借你钱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一百万你给我借钱，没有，你要谢谢他有240几万人粉丝，然后让你的妮妮被这么多人喜欢，对，真的，真的，就是我的妮妮，我的妮妮，他的妮妮，你的歌，他这首歌本来叫小眼睛，其实那时候他写出来给我听的时候，他说我是看着妮妮写的，我就其实心里有点小不开心，妮妮明明就大眼睛，他就是唱一个小眼睛，你这也要计较，对，我就想说奇怪，你是哪一点看到妮妮是小眼睛？真的真的，妮妮眼睛真的很大，你不相信我？可是小时候，我没有看过照片，我昨天拍一张照片，我昨天拍的吗？给大家看一下，好好好好，给大家。为什么刚刚都不说？这节目都快结束了，你怎么都对？这就是彩蛋啊！你看这眼睛还不够大吗？好好好，看看看看，给大家看。所以昨天的妮妮。我真的哎，天哪，好大，小眼睛。妮妮自己在线上应该你怎么不写你自己小鼻子小眼睛？没有，生气，突然生气，我们明明是真情告白，谁叫你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扯头发？互骂，互骂。对啊，哎，祝福你，就是接下来的那个发片了，要发片了。对啊，发片成功，然后继续帮他做好音乐，让那个。这个幸福的氛围可以透过他们的唱歌，他也是个代表，因为我都唱是一些比较抒情的求婚，他就唱那种分手失恋，就教给他讲放不开痛苦，然后那种的为什么这种的，对对对，就教给他。我终于认真的想到一件事，有幸福的家庭一定有损友，大概就有幸一定有不幸，他真的不幸，这是人生当中的不可避免的这种，他不能太圆满，你知道吗？完整跟不完整的那个同时的存在。哎，今天跟你聊天非常的开心，然后过程当中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放松的那个，就是自己做不了 ending 哦。没有，不会，因为我在想说怎么样是最适合的，然后我觉得没有更适合，因为你带给大家的幸福感不会结束，会那就继续直播好了。好啊，好啊，不用两个小时啊。OK， 那继续直播，但是我们那边就今天就播两个小时，我们直接还是就这样那个想下班了，那个卡掉好。但是那个要祝你专辑大卖，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真的，好不好？这是真的最大卖是不敢想，我�觉得大家就是有喜欢的，好歹他也卖了快5000张了嘛，是不是？没有，卖500多张。但是很多人去用数位下载啦，他们还是会对啦，因为现在大家都数位下载。对啊，光妮妮就是，只要我们的有一个宗旨，只要我们出的专辑没有亏钱，就一直出下去。好，真的，好不好？打平我就再出第二张，当然已经打平了，有第二张机会。希望你的大头病可以得到平反，希望可以继续讲下去。还好啦，其实我觉得对公道是在人心。懂，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真的很严重大头症。我就被剃光头。哎，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来，然后谢谢那个老公跟那个老公的朋友，今天来安安大明星，谢谢林金叶，谢谢黄宇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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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喽。安安在吗？在。等一下，安帮你的 MV 哦。哎，谢谢。
明星，给你最大牌的明星，暗暗的明星，陪你们聊到最彻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流行的惊喜，暗暗的明星，你要的全都在这里。暗暗的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曾说出口，就算累也没曾犹豫过，爱上你的那时候，只想拥有你的笑容，却没想过如何给你好生活。就算风你陪我一起疯，我的梦你陪我一起做，开心总是那么多，现实或许很沉重，今生今世只想对你说，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也没说，知道你的感受，也许我没想过那么多，只能给你我的所有，相信我，时间还给你承诺。当你哭，就紧紧靠着我，躺在我胸口，我们每一个感动提醒着我莫忘初衷，不能忘记还你当时的笑容。这些年你牵着我的手，这些路有我帮你挡，紧握，如果害怕你就抱着我，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你的感受，也许我没想过那么多，只能给你我的所有，什么会不会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没遇见你，我还能做什么？也不会有这幸福的结果。自私的把你占有。
人影四帅来了，人影四帅真的来了。Welcome to my world。师傅不在，嗨嗨嗨！师傅不在，嗨嗨嗨！师傅不在，嗨嗨嗨！4月1号下午2点，台北美丽华摩天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喽。